京都局高校吹奏乐部之橘色风暴登陆台湾传奇第32集橘高校与北翼女。橘高校10月6日在圆山饭店快闪演出后，也前往北翼女和乐仪旗队交流。当橘高校专车抵达北翼女校门口，看见两排身穿绿色制服的北翼女学生列队迎接，橘高校师生也热烈挥手致意。走进校门，来到交易厅，北翼女还特别送上造型可爱、穿着绿色制服的樱桃小丸子娃娃。制作简报介绍乐仪旗队，现场示范传授一队的枪法给橘高校学生，橘高校学生也现场教学舞步，两校的交流，现场充满欢乐的笑声，气氛相当融洽。双方也互赠礼物及亲手制作的小卡片，橘高校的同学更开心地打开手机和北翼女学生一起自拍留念，交流现场相当温馨。交流会结束后，北翼女学生更列队欢送橘高校师生。橘高校告别北翼女后，也准备继续明天的行程，请继续锁定橘色风暴登陆台湾传奇第33集音乐会。